以圆满成功。也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做的给让我现在给我讲话你好大平安的汉语。舞台下方把时间交给我们第一节操场。当然也有我们两位最知名，我们两团最知名最火红的舞蹈团体，来自我们高雄的女神嘉玲以及黄厚华。完蛋了，你们要暴露年纪了哦！你看那边的都不会跳，那边的都不会跳，这边的都会跳。阿妹美在，你们会是不是？啊，会是不是？哎，那我们还年轻，我们还年轻。啊，等等等等的，来，正式掌声给我们今天最辛苦的主教，欢迎我们的胡德峰、胡德教授，叫你一起走。对不对？那最后一阶段的演出，舞蹈上方要带给大家满满的节目。的落幕了，今天再次感谢我们所有支持辛苦的莉莉，也感谢大家的热情的掌声鼓励，给具体的热情的朋友家起来好不好？
DJ 糖糖带来最嗨的 DJ 电音派对。